主料：南瓜100克，鸡蛋1颗，面粉100克。辅料：香葱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用餐人数：一到两人。南瓜去皮，擦成细丝，加入香葱，少量面粉，面粉不用多，多了就不脆了。加入适量盐，不要加水，蔬菜遇盐就会出水分的。打入一颗鸡蛋，把南瓜丝和面粉等混合均匀。先把锅烧热，熄火，放入适量植物油，用勺把南瓜糊摊在锅上，用平铲压成成饼状，开小火慢慢煎，一直保持小火，有耐心的等到底部煎熟了再翻面，不然就会粘锅。翻面以后再煎至两面金黄微焦的样子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